来个面条吧。这是我媳妇研究的，叫花肠。这段时间跟肠干上了呢，咋肉吃够了？那以后不买肉了？买，带馅儿的这个肠。肠里能装啥馅儿？你告诉我。肠是装啥的？你不知道吗？还带馅儿的。你给人摸恶心。辣白菜，肥肠吃过没？没有，我就吃过肥肠。哎呀妈，这肠怎么真的挺邪恶的呢？哈，蘸料。嗯，好吃吗？那可能好吃，你下老公再给你买。这是什么部位的呢？不知道。你想你尝尝。我不吃，等会儿吃，你先吃。辣椒油。